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雷，今日主要嚟讲讲阿雷喺校园嘅各科上课嘅表现。作为世界知名首屈一指嘅打机废柴，亦即俗称嘅雷友，读书亦都非常之渣，并不出类拔萃，永远都系喺上堂嗰阵时候，以各种各式各样嘅姿态去瞓各样各式各种嘅觉。不过老师对我都算系包容有加。我呢一世听老师闹我闹得最犀利嘅说话，大概就系、是、你个老装屎噶。好啦，咁首先由第一个科目讲起啦，中文一个属于全文字类型嘅科目。对于我嚟讲，全文字类型属于催眠属性。当有催眠属性嗰阵时候，就自动瞓觉。英文也是属于全文属性，同上中文一样，也是一看就会瞓觉。不过老师如果是靓女的话另计。数学瞓得算比较少，不过通常对住数字或者上堂无聊嗰阵时一样会瞓觉。通识我是在阿雷我觉得最为有趣的一科，因为当老师对我哋好好，俾时间我哋休息嗰阵时，前一秒是，但是后一秒就是。除了基督教之外，阿雷我的另外一个宗教就是所以理所当然地，我会在宗教堂睡觉。体育堂通常是别人认为不可能睡觉的一科，但是阿雷我可以很老实地告诉你，当每次跑完步，我都会在老师说再见的时候睡觉。化学睡觉。电脑虽然睡得比较少，但是每次当在下午开堂上电脑课的时候，还是会睡觉。 M2 代数与微积分，阿雷我在上堂时绝对不会睡觉的学科，亦都是阿雷唯一对得住自己数学 miss 的学科。希望不会睡觉，是不是？不过当回到家的时候，依然都是会睡觉。咁你哋可能会问，喂，咁阿雷，咁你翻学系做啲咩噶？咁我会好老实咁样答你，瞓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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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上就系阿雷喺学校各科上课嘅表现。如果中意呢条片嘅，可以喺下面俾个 like； 更中意呢条片嘅，可以直接点下面嘅订阅。嚟订阅我哋嘅视频，唔好吐槽我嘅讲嘢方式，因为我紧张到唔可以以正常嘅方式讲嘢。不过既然你叫我好正常嘅方式讲嘢，我咁我就以正常嘅方式去讲嘢啦。好啦，咁多谢咁多位嘅今次嘅收睇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。